Hello，小伙伴们啊，今天给大家老铁啊解剖一个鱿鱼啊。如果有墨的话，请给我一个双击啊！我的妈嘞，有墨有墨，哇塞，里面好像还有几只小鱿鱼啊！有的朋友啊，第一次见到这么可爱呆萌的小鱿鱼啊，毫不犹豫点了个小红心啊！有的朋友默默的加上一个关注，看我赶海直播。那么这天气是越来越冷了，大海里边的鱼都喜欢躲在洞里边不出来啊。这是条龙鱼啊，传说中它和玉皇大帝吹了个牛逼啊，说它一年能长一寸长。结果玉皇大帝很生气啊，派它到沙滩里面去守海。进来的老铁，如果你的手机还有电的话，请给我点亮个小红心，加个关注，看我赶海直播。到海边赶海的时候啊，就发现一个大爷在这扒嘎了的哈，这个嘎了是特别鲜的，非常好吃，相信很多老铁都吃过啊。发这个作品啊，不要双击了啊，就为了通知一下，马上就赶海直播了。如果你没有时间去海边的话，刚好你喜欢抓。有很多老铁问我，沙滩上为什么有那么多小沙球？今天我为了满足那位老铁的好奇心，我趴在沙马西的洞口，7:48，终于拍到这一幕。这些小沙球都是些调皮的沙马蟹制造的。进来的朋友留下手中的小红心。姐姐妹们，如果你们走在沙滩上看到小螃蟹有这样的现象啊，你们别被它迷惑了，它是没有死掉的啊。你找个地方啊，整一瓢这个海水给它浇一下子啊，你然后把眼睛闭上，数个三声，然后就找不着它喽。现在的双击是怎么样也没人给了。